出身卑微，但不卑贱。我天生胆小，但不小小。我不爱读书，但从不认输。我不想学武，但短袖善舞。我虽不专一，但不抛弃。我缺少豪气，但讲义气。我不是英雄，但谁是英雄？我不是天命，但这是天意。千里姻缘一生子，发眉学问一肚子，酒肉朋友一桌子，兄弟姐妹一家子。千里姻缘一生子，发眉学问一肚子，酒肉朋友一桌子，兄弟姐妹。胆小但不小小，我不爱读书，但从不认输。我不想学武，但短袖善舞。我虽不专一，但不抛弃。我缺少豪气，但讲义气。我不是英雄，但谁是英雄？我不是天命，但这是天意。万事流芳一锤子，来，世子，起来，起来，起来。那这些，你怎么解释啊？这，这都是昨天晚上那些刺客留下来的。所有的衣物，都是从刺客的身上扒下来的。这上面都是贵府的名号啊。贵公公，这绝对不是真的。微臣父子仇人太多，肯定是仇人蓄意陷害。你要这么说也未尝没有可能，但是我信了，皇上他未必会信呢。公公如果向皇上说明，皇上明察秋毫，一定会听公公的。哎，在下父子的姓名就是公公赐的。哎呀，世子，这话你就严重了。哎，真的不是你们做的？绝对不是。好，我信你，谁让我们是朋友呢？那你认为是什么人做的？贵公公，平西王府仇人太多，真不好说。哎呀，世子啊，你又让我在皇上面前替你澄清，可是呢，你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人做的，这样我很难让皇上他相信呢。不过呢，为了誓死保护皇上，我倒是和那些刺客交过手，他们的武功招式我还记得那么一两招，应该是这样的。是穆家拳的横扫千军。哟，你认得这个招数啊？当然，这肯定是穆家拳。那就太好了，如果能从这些武功招式中找出他们的流派，那我也好向皇上禀告了。不是这样吧，你让你把那个巴朗星叫出来，跟我交流交流，你好判断一下到底是哪家哪派的。啊，好计，好计，好计！贵公公果然才智过人。哎，一只，在，叫巴朗星出来。是。参见小王爷，参见贵公公。嗯，巴朗星，
逮汤穆家权的横扫千军，给贵公公指教指教。穆家权，叫你打你就打。是。贵公公，啊，刺客用的是这道拳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这样吧，让我去和巴朗星交流交流啊。来，从头再打一遍。停！当时呢，我就是这样扣住了他的穴位。会宗外观两穴，由这里施以内力，他所遭受的痛苦难以言喻，有如万蚁钻心，有苦难言，是吗？贵公公竟然瞬间就拆解了横扫千军，果然是武功盖世，无人能及，佩服。行，这就能确定那些刺客的流派了。公公一招就摆平刺客？哎，我没那么大的本事，我用了三招啊。第二招就是高山流水，来来来来来，停，慢一点，再慢一点，慢一点，哎呀，没事吧？哎呀，对不住，对不住，一下子没收住。哎呀，没事吧？穆家拳的高山流水，那第三招应该就是万佛朝天了吧？对啊，那巴老青，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只要能确定这是穆家拳就行了，下去吧。你先下去。是小王爷，去吧去吧。对不住了。吴家上下就全仗公公您施以援手了。这个好，这个是10万两，不足再续。这多不好意思啊！太客气，太客气了。要的，要的。啊，谢了，谢了，谢了。那既然这样，我就先走了，收拾东西，走人。走。公公慢走。吓了一大跳吧。哇，吓得他是屁滚尿流，3拜9叩啊。奴才是好好的骂了他一顿，还让他转告吴三桂，让他忠心耿耿报效皇上。那吴应熊感动的是痛哭流涕，吓得他够呛。我还告诉他，皇上他明鉴万里，一看那些刺客的武功招式就知道是云南的穆家所为。那吴应熊是又惊又喜，笑得他是满脸开花，拼命地称赞皇上的圣明。接着他又把银票拿了出来。那这就是那5万两。对了，他还说要从里面拿出1万两来给我，说其余的就发给昨晚出力捉拿反贼的侍卫们。1万两很多呀，那你一时半会儿可花不完。哎，奴才这一辈子忠心耿耿地伺候皇上，皇上自然就会照顾我的嘛，我要这些银票又有什么用呢？这些银票啊，就给侍卫们，我就说啊，是皇上赏的，干嘛让吴应熊那个王八蛋收买人心啊？皇上，您说是不是？
这些银票就照你说的办吧。这，皇上，奴才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啊。说。那天奴才亲眼看到康亲王的护卫神照上人以招招毙命的手法攻击吴应熊手下的四名金鼎武士，哇，打伤了两名，还一刀砍掉了他们的顶带。可这四名金鼎武士那是个个毫无惧色，哇，他们是瞠目凝神，不动如山。我亲眼看到他们的鲜血往下流，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当时都惊呆了。奴才是担心。你担心吴三桂的人马训练有素，一旦他们有二心，就会成为我大清最可怕的敌人，是吧？哇，皇上果然是机智过人，冰雪聪明，又如那……你真有文采啊，能不乱用成语吗？奴才又说错了，这说书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小桂子，啊，你又立了一功。啊？奴才又立功了，什么功啊？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朕对三分问题应更加重视。朕还要谢谢你。哎，皇上，您跟奴才客气什么呀？哎呀，您对奴才的恩泽又如那天。够了够了。皇帝哥哥，公主殿下，皇上正在议事呢，您先让奴才通报一声。哎呀，公主殿下，公主，让开。皇上受罪，先退下。哲，宁儿，你三天两头硬闯朕的上书房，到底所谓何事？哼，他不也整天泡在上书房吗？皇帝哥哥，你怎么不问他要干什么呀？小桂子。啊，公主，奴才参见公主。奴才就不在这里打扰皇上和公主了，奴才先行告退。站住！宁儿，别闹。朕在听小桂子跟朕说那天发生的事。是吗？小桂子，这么说那天的事你都跟皇帝哥哥说了？是公主都说了。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吗？都说了，一点都没漏。那吴应熊的事呢？这宁儿，你这言下之意，小桂子对朕有所隐瞒，有事情没说。哎，皇上圣明，奴才有几个脑袋，敢对皇上您撒谎啊？看来啊，小桂子的心还是在本公主这儿的。那是那是，哇，公主恩泽犹如帝都翻腾云雾。神奇飘渺，久久不能散去。奴才那是感恩戴德，就像坠入无里雾中，那是……行了，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皇帝哥哥，那你现在知道吴英雄是什么样的人了？行了，朕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知道皇帝哥哥最疼我了。哎，小桂子，你先去办事。这啊，我也去。哎，宁儿。你去了可别瞎闹，朕让小桂子做的可是正事。嗯，知道的，不闹的，走吧。站住！过来。你跑什么呀？我没跑啊，我赶着去找多隆大哥帮皇上传旨，这种事情可不能耽搁。公主，有事咱们下次再聊啊，再见。回来。你是要干什么呀你？你真的把吴应熊绑架我的事情告诉皇帝哥哥了？你刚才没有听到皇上说吗？你对我还有什么怀疑吗？小桂子，这下可好了，我不用嫁给吴应熊了，开不开心啊？开心，当然开心。快去传旨了，回头我找你哦。
开心什么呀？我伤心。御前侍卫总管多隆听旨。奴才多隆叩见。多大哥，多大哥，你可别跪，小弟我可承受不起啊，吓你的。你呀、啊，我穿鞋。哎呀，不能拿这个开玩笑的，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好了，以后不要这样了啊。我也没办法，这是皇上的旨意嘛。皇上让我给你带50,000两银子过来。哎呀，这拿来拿来拿来，我给你沏茶啊。哇，你这什么态度啊？我可是替皇上传旨啊。哎呀，传什么旨啊，来喝茶。这是真的？真的是圣旨。哎呀，皇上说让我拿50,000两银子赏给侍卫们。好笑还不行吗？哎，坐坐坐坐坐坐。哎，不，那，我跟你说啊，我夫人今天晚上请你吃饭，红烧骆驼清蒸象，补啊！来来来，喝茶。哎，不相信是吧？那行，那我呢就把这些银票拿回去还给皇上，都说多总管替皇上办事啊。那是应该的，不需要皇上额外的赏啊。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过这些钱啊可不全是你的，皇上说让你啊把这些钱分赏给侍卫们啊。对对对，让你看着办。那些英勇杀敌、奋勇受伤的呢，你就多分一点啊！哎，魏兄弟啊，这点呢是众侍卫们对你一点孝敬的心意。哎呀，这大哥，这钱我不能收，这可是兄弟们的血汗钱。再说了，皇上若是要赏我。没有10,000，少说也得有8,000呢！啊，我怎么能拿兄弟们的钱呢？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那我也得把你当兄弟，不是吗？哎，正所谓好兄弟讲义气。嗯，吴兄弟啊，你这么讲，我脸都红了。哎，那行吧，让弟兄们开心的领赏吧，我先走了啊。不送了。多大哥，对了，有件事要麻烦你。你吩咐吧。哎，谈不上吩咐。那些反贼之中有没有一个叫刘一舟的？哦，没有啊。不过这个反贼他们都不用真名的，我帮你查查好不好？那就劳烦多大哥了。哪里哪里，那我明日来吃嫂子做的红烧骆驼清蒸香。哎，好啊好啊，很补的。哎呀，我可算等着您了。哎呀，你，哎，这又是什么呀？哎，我特意给你送猪来。我这快成猪圈了。这次真的只有一头猪。真的只有猪？只有猪。这只猪呢，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燕窝人参8宝珠啊，它最大的功效是固肾强筋呢。滚！它最大的功效呢是滋阴养颜。再说我撕了你的嘴啊！它还可以补气。你滚不滚？不，滚不滚？哎，滚滚滚滚滚！不管怎么说，这只猪吃了它是有好处的。你怎么了？等我砍死你！真的打不的！看什么看？抬走！这。Thank you.
大哥，你回来了。等会儿说话，我现在有急事，得出门一趟。啊，去哪儿啊？回春堂。哦。老婆，好些了吗？我知道你在担心你的刘师哥，是不是？有他的消息了吗？没有。贵大哥，你就告诉我们嘛。什么贵大哥？不知道叫点好听的给我听吗？好哥哥，你就告诉我们吧。我已经叫人去打听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真的？谢贵大哥。好好的，我去去就回啊。嗯。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他已经去打听了，如果找得到刘师哥的话，绝对会把他带回来的。怎么还没到啊？哎，你确定通知到韦祥主了吗？通知到了，我亲手交给他的，还能有错吗？真是的。你交给他了？你交给他什么了？那么多人，我当然什么都不能说了。他又不识字，我就画了画。哎，他不会连画也看不懂吧？你才看不懂。韦祥主来了，相主。啊，韦祥主。韦祥主，你画骑马的人就是指马上，赶着羊回村子呢，就是指回春。哎，对对对。手里拿着麦芽糖呢，这连起来就是马上回回春堂，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几位大哥，这么急赵小弟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啊？哦，韦乡主，这是给您的请柬。啊，韦乡主，这样啊，你什么意思？啊？这江湖拜帖那是有规矩的，一拿到拜帖呢？首先要仔细观察上面有没有暗器，如果有暗器呢，那就是朋友；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轻易打开，说不定那敌人在这拜帖里面装上机关暗器，明白吗？韦乡主英明。嗯，不，看你吓的。放心吧，我已经检查过了，很安全。这样，你念给我听。哦，是这个穆王府的穆剑生，要请咱们去赴宴。穆剑生，不就是小郡主的哥哥？对，他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把小郡主藏在我那里了，不会想拿他和徐大哥交换吧？不可能，这把小郡主藏到宫里，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啊，他不可能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呢？这样，咱们最好先摸清楚，再做打算。人家送来了，如果不去，摆明就是心虚，有损天地会的声誉。但是如果去呢，我又怕。宴无好宴，会无好会，万一他们有什么想法。哎，行，我看咱们还是让韦乡主来定夺啊。对，请我定夺啊。既然这样，那就不去。不去，这白不去。咱们呢，就去吃他的，喝他的。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算是有毒药，咕咚一声也得给我喝下去。既然是徐大哥的事情，就是让我上刀山下油锅，我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正所谓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啊！韦乡主英明。韦乡主与各位英雄大驾光临，
在下有失远迎，还请见谅。哎，不敢当，不敢当。哎呀，不知道小公爷今日约我们来，有什么要指教的？韦相主稍后，有请师父。师父，这位就是天地会青木堂的韦相主。韦相主，这位是在下的恩师，江湖人称铁背苍龙，刘老师父。哎呀，久仰久仰，刘老爷子名满江湖，晚辈是敬佩的很呐。久仰久仰，天地会果然是英才辈出，韦相主如此年少，真是武林中少见的奇才啊。这个年少呢，确实有，奇才嘛就不敢当了。那日被白二侠捏了一下，疼得我妈都叫出来了，你说好不好笑啊？哎，刘老英雄当年怒将朱三霸，腾飞灭清兵，威震天山，是我们后辈的榜样。哦，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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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啊，还提他做什么呢？啊，师父，您和韦相主请上座。好说好说，请请请请请请请。来人，请徐师父进来。这徐师父是谁？不知道。哎，这又柳师父又徐师父的，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不是跟我们做生意一样吗？先把实力展示出来，给咱们下马威。哎呀，哎，徐大哥，徐大哥，徐大哥，没事吧？啊，那兄弟们想的好苦啊。相主啊。属下被吴三桂的走狗卢一峰掳去，险些送了老命。星盟小公爷和刘老英雄相救，才得以脱险。小公爷，刘老英雄，这次多亏了你们，救出了我徐大哥，我们天地会上下无不是感激不尽呐。多谢小公爷，多谢小公爷，不敢当，不敢当。诸位请坐。啊，请。我们穆王府与天地会本是志同道合，都是反清复明的义士，大家不必客气。这次请大家来，我一是把徐师傅交给各位，这二嘛，二是老夫想问一下，天地会的各位老弟在京城直隶一带是以哪位老弟为主啊？刘老英雄，在京城直隶一带，必会职位最尊的便是韦相主。哦，那好啊，不知这位小老弟对我们之间的纠葛可有担当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哎呀，不过刘老英雄你也知道，我呢行走江湖经验尚浅，这小事呢绝对没有问题，这大事嘛，不如大家坐下来慢慢聊聊吧。既然韦相主不能担当的话，那就有劳韦相主传个信给陈总舵主，让他来交代一下吧。韦相主，家兄被徐天川所杀之事绝不能就此罢休。没错，这事儿啊还得陈总舵主亲自出面来处理。老英雄，小公爷，你们把我从恶人手里救出来，使我免遭恶人的侮辱，在下十分感激。白大侠是在下失手所杀，在下一命抵一命，我这条老命就赔他算了，我自去了结了吧。哎哎哎哎，别冲动，别冲动啊！徐大哥，你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猴急啊？不，自古以来一命抵一命，杀人偿命，没什么可说的。哎，徐大哥，来，你先坐下啊。我是青木堂香主，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不听，就是不给我面子。啊，好。小公爷，刘老英雄，这白大侠不该死呢，也已经死了。就算拿我们徐大哥抵命，白大侠也活不过来了，不是吗？这算来算去，哎，总是一个不合算的买卖，对不对，钱老板？好，哎，是啊，这亏本买卖是没人会做的。哎，小公爷，
我久闻穆王府那是高手如云呐、啊，怎么今日才见到这么几位前辈？好像人少了一点吧？韦相主这话是何用意？小公爷，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昨天皇宫里面抓了几名刺客。我呢，在赌桌上有个朋友，叫做赖里头小三儿。他告诉我，昨天晚上皇宫里面抓了几名刺客，他们还招供说是穆王府小公爷的得力助手啊。什么啊？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雄也在宫里，他派人进宫去行刺也是有可能的嘛。是吗？哎呀，那我可能搞错了，我原来还以为是贵府的英雄好汉呢，我还让我那个朋友啊要多多照顾一下。既然是吴三桂那个大奸贼的手下，好吧，我回去就让我那个朋友狠狠地招呼他们。哎，韦相主，嗯，适才师父所说的只是揣测之意，做不得数。不作数、啊、既然这些人敢进皇宫行刺，那必是英雄好汉。韦相主若能托朋友好好照顾，那也是一件好事啊。那倒也是。哎，可惜呀、啊、要是贵府的英雄好汉那就好办了，我可以让我那个朋友想想办法救他们一个两个出来，也可以抵了这徐大哥失手打死白大侠这件事了。哎呀，真是可惜啊，可惜啊。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既然有胆进宫行刺，那必是人人义士。韦相主，嗯，你若能设法相救，穆剑生勇敢大德，那徐师傅和白大侠的事自然也就不必再提了。这样嘛，我可要好好想一想了。走，就一言为你的定了。那就劳烦韦相主了。客气客气。在下尚有一事想请韦相主帮忙。哦，小公爷你说。舍妹近日突然走失，音信全无，在下颇为着急。天地会众位朋友在京城交友广阔，眼线众多，若能代为打听设法相救，在下感激不尽。好说啊，这一件事也是办，两件事也是办，都包在我身上吧。韦相主啊，之前我们天地会一直认为徐师叔失踪的事一定跟穆王府有关，所以有人怀疑是不是我们天地会抓走了小郡主，好用来交换徐师叔。李飞，你这话什么意思？有人怀疑？谁怀疑谁呀、啊？你说。齐老三，用不着对自己兄弟这么大声说话。这江湖险恶，互相猜忌，甚至嫁祸于人的事还少吗？既然韦相主在这儿，说一句话让穆小公爷放心就是了。韦相主，这件事不是咱们天地会做的吧？啊，我身为青木堂的香主，自然是不会向我的兄弟们下这种命令的。嗯，嗯。不过倒是逸飞兄啊，我记得逸飞兄和小郡主交情匪浅。我加入天地会那天晚上，小郡主也光临了闭会，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郡主了。不知道那天晚上，逸飞兄，你到底跟小郡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才让小郡主不告而别啊？韦相主，我敬重你是本会的香主，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能随便污蔑。哎，这也是有人怀疑嘛。是啊，逸飞，那一晚我们确实看到你俩在一起，所以怀疑你啊，也别放在心上啊。小公爷，凭我和建平的关系，我不可能做出对他不好的事情，还请你相信我。总之，我代为小公爷打听小郡主的下落，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多谢韦香主。啊，客气客气。哎，对了，今天的宴席是云南菜吧？归公公。哎呀，我的贵公公，您在这儿呢。贵公公，皇上找您都找了好几遍了。哦，走吧。哎，这皇上，奴才叩见皇上。哎呀，起来起来。哎哎哎，你爷爷的死哪儿去了？啊，回皇上的话，那些刺客胆大妄为，如果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将来又会进宫闹事，危及皇上。所以奴才此次出宫，就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刺客和余党交接，好将他们一网打尽。查到什么了？啊，暂时还没有，所以奴才打算明天接着查。你呀，这么东闯西闯，未必有用。不过朕倒是有一个主意。哎呀，难道皇上你有什么好办法？多隆抓了三个刺客，可是这三个刺客无论如何严刑拷问，他们都咬死是吴三桂的手下，无论再怎么盘问也盘问不出什么，所以朕打算放了他们。哎，放了他们，那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杀不杀这三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谁是主谋，再将他们一网打尽。放走小狼，小狼自然会去找母狼。哇，皇上您果然聪明啊，想到这么一条绝世妙计，真是胜过三个诸葛亮啊。哼，马屁先别拍得太早，这个计策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啊，就是过于危险，一旦被对方察觉，非立刻要了你的小命不可。可惜朕是皇上啊，否则朕真想亲自大干一票，那滋味可妙得很。皇上叫奴才干什么，奴才就干什么，再大的危险奴才也不怕。朕知道你又聪明又勇敢，又肯替朕办事，所以呢，派你去，就像朕自己亲自去一样。皇上如此信任奴才，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嗯，不过呢，这个事情只能试一次，第二次就不灵了啊。你得演得真一点，最好在他们面前杀一两个侍卫，让他们对你不产生怀疑。到时候朕再吩咐多隆放松盘查，你便可以带他们出宫。皇上，那些侍卫们的武功很高的，只有他们杀我，哪有我杀他们的份儿啊？所以才让你随机应变呀！你要是不当心让他们给杀了，那多丢脸啊！是皇上。如果这件事你替朕办成了的话，你想什么赏赐？如果你要不是太监的话，朕倒是可以给你个大官做做。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不是太监的。多谢皇上，皇上。这大官呢，奴才不想做，只希望皇上能答应奴才一个请求。说，奴才忠心耿耿为皇上办事，万一将来有一天激怒了皇上，希望皇上能饶奴才一命，不要砍奴才的脑袋。好说，只要你对朕忠心，那颗脑袋就留在这儿。那，皇上您金口一开，什么马都难追啊。啊，朕金口一开，什么马都难追了。啊，贵公公辛苦了。哎呀，贵公公，嘿，赵大哥辛苦了。哎呦，贵公公，这什么事儿得劳您大驾？哦，皇上命我来帮忙套套口供，查查他们正主到底是谁。嗨，这三个反贼呀，口风可紧了，这鞭子都抽断两根了，他们就是一口咬定是吴三桂指使他们干的。是吗？啊，我去试试。你小心点。啊，你们都出来吧。这
三位英雄好汉，尊姓大名啊？狗太监，就凭你，也配问老子的姓名？哇，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凶啊？我是受人之托，来救一位叫刘一周的朋友。你们中间若有叫刘一周这个人呢，我就有话说。若是没有，嘿嘿嘿，那就算了。你受谁之托？我那两个朋友，一个姓柳，一个姓穆。铁背苍龙岭大红，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穆剑生就是穆天波的儿子，现在流落江湖，生死不明。哦，这么说来，你们三个肯定不是他们的朋友。那么这一招想必你们也不认识了。嗯，咦，嗯，你想说什么？没有。这一招谁教你的？我老婆呀。胡说，太监怎么会有老婆？有人愿意嫁给太监，你管得着吗你？我老婆很漂亮的。他呀，姓方，单名一个怡字。胡说！什么胡说啊？帮我做媒的那可是江湖人称圣手居士苏刚，还有白寒风。哦，对了，这个白寒风还有个哥哥叫白寒松，不过最近好像被人给打死了，这手头紧，所以出来帮人做媒，骗点钱花。你兄弟，不要讲话。曾想象你才似风流，我是那天香红袖。曾想象你盖世英勇，我为你击鼓温柔，渴望与你琴棋诗酒，渴望共你月满西楼，渴望陪你共成名酒，渴望有你无愁。想想家的大英雄，既不潇洒也不优秀，偏偏被你的坏你的好引诱，死心塌地为你哭跟你走。你不是我从小想家的大英雄，既非王子也是长相守所求。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大英雄，既不潇洒也不优秀，偏偏被你的坏你的好引诱，死心塌地为你哭跟你走。你不是我从小想嫁的相守所求。